我准备出发了，出发，加速，咻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是车子太重吗？还是速度不够啊？好，今天呢，艾斯又跟大家介绍这台 Honda RC213V 啊，这台车看一下涂装，我先用第一人称。哎呦，这台涂装还是很帅哟 ，Bridgestone 的那个轮胎，然后这个是排气管 ，OK， 不管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涂装，真的做得很精致哎。哇、wow, ，cool， 红牛的赞助的吧？这台在日本要价2190万日币耶！哇、wow, ，除以4不知道多少钱啊？你们就自己算一下啊。先看下第一人称的仪表板，看不到吗？为什么看不到？哦，是不是因为艾斯太大了？好，不管，我们先骑车好，我先试试看车子性能。哦，还蛮顺的哦。压车。哦，嗯。哇，这样过弯很顺呢。哦，哇，好险哦。对，我们这次要玩那个竞速，它也不算竞速，它是有点像那个特殊的赛道吧。这个赛道呢是在这个海边，等一下我先骑过去好，这边路有点弯啊，先专注骑车。哎 ，OK， 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奇怪的人，这是僵尸吗？这个僵尸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想跟我拍照吗？他要吃的我的脑袋只要10块钱哦。哎，就这样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想偷车对不对？不让你偷啊，这是我的车子。这台计程车还有载人哦，搞笑、哦。给我开。OK， 我们直接去这个，它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啊、哦。我把车放在这里好，这应该是从这边开始的。我们直接出发。嗡、哦。OK， 我们已经到这个海边了。有看到这个赛道吗？非常的大哈、哦。哎，我先看一下它的起头在哪里啊？我先用这个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。OK， 这个赛道非常大，哎、欸，啊，起头在这里啦。OK， 它是从这里跳上去，然后再从这边跳到对面去，到这个圆圆的这个靶心的时候呢，要从这边跳过去，然后再一路转转转，绕一大圈回来才算是一圈呐、啊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就先玩这一圈好了，我先试试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？我先骑过去一下哈。翘护轮，哎、欸，我前面有杆子。好，我们再次挑战这个什么竞速弯道，好吧？来啦，出发了。这个加速就不一样，咻！哦，过去 ，yes， 哦，哎、欸，过，哎、欸，差一点过头啊！刚好一个360度旋转，超帅，对不对？OK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过去有点困难呢、哦，我觉得我可能要后退一点哦。OK， 从这边在这边开始，这边开始。OK， 冲啊！咻！欸、来试试看，可以冲吗？不行，哎、欸，泡水了啦！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赛道应该适合汽车吧，真是的。
可以上去了吗？车子泡水不能用了啊！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次挑战了。刚才从天而降奇怪的这个是什么保镖、应该是不小心按到什么东西啊。不管了，我们出发了，这次应该可以挑战成功。冲啊！咻！直接加速。咻！一样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啦、我真的心觉得这个赛道应该是给汽车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去玩另外一个模组好了，这个东西就下次再玩。OK， 我们这个挑战是什么？这个是保龄球。这个保龄球对机车来说有点困难，不过可以试试看啊。看下面有大概有，八根吧。六根棍子哦，我们要把两颗球丢下去，然后可以看看可以打几根出来。那我们试试看这个摩托车，这个摩托车应该是可行吧？虽然说它很长啊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先把第一颗撞下去，不行啊，这个可以，动了 ，OK。那我先 bug 一下，先绕过去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，好，不要动哦，好，不要动，我准备一下啊、撞上去，给我下去，哟，感觉很吃力耶，下去，喂，啊，这有机会吗？它很偏的，有机会吗？再去看一下，感觉没什么力耶，哈哈。哦，才打两根呐、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我觉得这个摩托车真的不太适合玩这个游戏，它是应该适合大脚或者是那种大车吧？我觉得没关系，凡事起头难嘛。我们现在试试看一下，撞下去，八股下，中间，再去，可恶！敲一下，下去。快！有机会吗？啊、哦，他又偏了！不要啊！我来，哈哈！啊，有可以吗？啊，顺利击倒，但是还少三根呢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三颗球，第三颗球就是我这台车。哎，我们先拔鼓啊！准备啦！冲！别啊！可恶！这样子我还少两根呢。这东西好重哦，为什么这样？这样子装又很轻啊。这样滚来滚去的。哦，为什么这样？它有这么轻吗？我可以推着走哎，看起来好重，但是很轻的感觉。好了，这次我们先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会换大车来玩这个游戏，下一次再见。